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看过，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这部电影。很多时候恋爱会蒙蔽一个人的双眼，特别是女生。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女生都会对男朋友是否真的爱自己这个问题重新审视一遍。那么怎么确定对方是不是真的没那么喜欢你呢？快来一起看看吧。白羊座，白羊男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太容易分辨了。众所周知，白羊座的性格是直来直往的，对于自己的感情也是毫不掩饰地表现在脸上。白羊男真的爱你的时候，会恨不得把你公开给全世界。如果白羊男对你的存在遮遮掩掩，或者你有一点点感觉白羊男没那么喜欢你，那他们肯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不喜欢你。金牛座，金牛男对待感情是非常认真的，他们就是传说中的不管在干什么都会秒回你短信的朋友，因为他们不舍得让你多等一秒。如果金牛男常常迟回你的消息，而是事后没有任何解释，那他绝对是不够喜欢你。双子座，双子座男生的喜欢和不够喜欢的差别也是很大的。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双子男会在朋友圈不停的秀，平时和朋友的饭局也会把对方带上。如果不够喜欢，双子男是不会在你身上多花一分一秒的，更别说带你出去玩了。巨蟹座，巨蟹座男生有多温柔体贴，相信他们身边的人都知道。有着暖男特质的巨蟹男对谁都非常好，所以他们到底喜不喜欢你就不太好分辨了。要知道巨蟹男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只能从细节去挖掘。真的喜欢你的话，巨蟹男对你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而是对你不经意提起的东西他们也会放在心上。狮子座，别看平时的狮子男嚣张又霸气，其实恋爱中的他们也非常缺乏安全感，害怕你被人抢走，所以真的喜欢你的狮子男一定会要求你带他去朋友聚会或者饭局，为的就是宣示对你的主权，让别人知道你已经名花有主了。当然如果狮子男不那么喜欢你的话，就不会费那么多精力了。处女座，不要以为挑剔又毒舌的处女男对真心喜欢的人就不会吹毛求疵，一旦真的喜欢你，处女男就会完全把你当做自己人，秉承着让你变得更好的目的。处女男一定会对你很严厉，你以为他们对你宽容又友好的样子就是真心爱你吗？恰恰相反，如果处女男没那么喜欢你，他们甚至懒得对你挑剔。天秤座，外表出众的天秤男从来都不缺桃花，万花丛中过的天秤男，即使谈了恋爱，身边依然会有很多野花。但是认真谈恋爱的时候，天秤男一定会自觉远离对自己有意思的人，甚至是会见斩桃花。如果他们不够喜欢你，就不会这样了，可能还会有好几个备胎。天蝎座，天蝎男一直给人的印象都是冷酷无情的，但是见过他们恋爱时的真正模样，你就会发现他们不仅有血有肉，甚至比其他星座还要痴情。在喜欢的人面前，天蝎男像长不大的小孩，而是动不动就吃醋，一点都不酷。如果恋爱中的天蝎男给你一如既往的冷酷感觉，那他真的是没那么喜欢你。射手座，射手男和天蝎男的情况比较相似，大家都知道平时爱玩爱闹的射手座一刻都安静不下来，喜欢吃喝玩乐又爱泡吧撩妹，射手男身边也是有不少野花的。认真恋爱时的射手男会变得安分守己，也不再撩妹，他们会认为有你就够了，但是不够喜欢你的话，他们就会不改本性继续撩妹。摩羯座，摩羯座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撼动他们想沉迷工作的心，唯有他们喜欢的人。如果摩羯男对你的约会要求总是找借口一拖再拖，甚至是忙得总是不回你短信不接你电话，以工作忙为借口拒绝和你有关的任何事，那你可以放弃了，他们不够喜欢你。水瓶座，水瓶座男生的恋爱是很有套路的，他们非常懂得调情，但是跟你调情不一定意味着他喜欢你，
水瓶座男生喜欢你的时候巴不得一天24小时和你黏在一起。但是不够喜欢你的话，他们就会时常跟你玩起躲猫猫的游戏。当你需要他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双鱼座男生的爱情是热烈的，对于真心所爱的人，他们会恨不得这一秒就把你拉去民政局扯证。如果双鱼男只是嘴上说着爱你，但是却毫无行动，或者是嘴上说爱你但却不向外界承认你的存在，那你就该离开他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